Emerging ecclesia, I feel like there's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at we could pray about, but something. 我感受到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去祷告，有样嘢喺我心里边系从今年开始，2020年我哋经历好多嘅震动。我相信我哋系被推去另外一个嘅季节。喺我心里边渴求就系、主要就系我渴求一啲嘅嘢，而唔系单系我嘅心。我相信在我周围的人，不论他信主定是未信主，而是我们很渴求一些新的东西。好想我们都去花一些时间去让我们的心去交在拜神的主的里面，让主来你来到建立一些东西，是一些不能震动的东西去建立它，而亦都在我的孩子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经历当中的果子，让我们成为那个的先知，让我们成为神的活石，是我们是主的同在的一个的印记，而在我们生命不同的，不论在大和小的事的里面，都显明神的同在，让我们可以回应到世界的呼求，是带来那个的解决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够彰显天国，无论是我们去到哪一段。而这个是我为大家的全球的祷告，就是我们都渴求这些东西，但我们先去在这个的季节里面，我们谦卑寻求主，而是主你来找我们，你来改变我们，洁净我们，重新的定义跟我们讲说话，也都是建立我们是你的心意，是你的旨意。